这不是想要啊，他叫我们送给你，觉得来一块我们拉皮肤的，我送给你，我只是现在被踩中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师，老师，对对对，没错。你给我。对，因为只是他是真，我是喜欢吗？老师，懂。因为我奇怪，这不是我的 birthday， 你怎么中间了？我还有这样的，然后又不要写名哦，就忘来忘去。老师讲一下感觉，我真的想不到咯，非常感动，没有想到有人会送花给我，活了一大把年纪。老师真的没有人送花糕给你吗？有啊，有啊。好了，这是 fun day， 老师我们走先了，拜拜，谢谢老师。Yes， 拜拜，老师。